是很厉害，然后我们今天来一个高难度一点的，就是我们有一段话，然后就是我念到哪个团员的名字，你就需要用谁的感觉或者说声音来念出这句话。就比如说第一句话是用博远自己本人的一个声音或者风格，然后第二句话就换成另外一个人。啊，好，明白了。对对，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睡前读物。对，你可以自己先念，然后跟随我的口令随时变换，就比较有难度。好，好，开始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你看不了，他们是反的，算了吧。三二一，先用博远。从前有一只小兔子，林墨。他很顽皮，经常玩到很晚才回家，他的妈妈就吓唬他。刘宇，你再迟点回来会被坏人，比如大西吉。刘璋，大老虎给抓走，关你进小黑屋，不让你出来。小小兔子没在意，心里想，我这么可爱，怎么会被吃掉呢？周柯宇，周柯宇。而且我每天只会和小灰狼玩，根本就不会和他们玩。妈妈敲了敲小兔子脑袋。博远，那也不行，你很晚没回到家，妈妈会担心。乖兔兔是不会让妈妈。立完，乖兔立完，等下，乖兔兔，哎不对，他不会这么去连贯的读一个故事的。乖兔兔。立完读这个故事吗？那就换成赞多吧。等一下，我想想。立完，乖兔兔是乖兔兔是不会让妈妈担心的，对吗？然后赞多，小兔子举起自己的小手，小手，小手，妈妈，最后来个米卡吧。妈妈，我保证下回不晚回家了。最后一句再改成那个尹浩宇的吧。尹浩宇啊，什么感觉？ Oh my god， 妈妈，我保证下回不晚回家了。太精彩了。尹浩宇就是个大戏精。对，然后三个挑战。